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兄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我是特别欢迎师姐，以及咱尊严在这个领导安排，到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先生尊严的指令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以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间，到底是宏观尊严正当的发挥的对。那么第二点，我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对。第三点，我来和咱各位来对比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如何是在对。所以，咱这个节目啊，这个迈向快乐的音乐家，啊，以这个节目，咱就咱在头尾啊对比第三点，大家明显出来。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，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如果是在多位，所以咱这个节目啊叫做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园。啊，因这个节目，咱就咱在头尾啊对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显出来。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，那么。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对这个米的灌输呢？当然有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思想。但是一旦就是经济出来无，一旦有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啊二佛再到三佛。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？拢是家己安尼，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诶？所以今仔日咧，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。因为这伫咧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的代志啊。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今仔日，这个迈向快乐米的家园啊，要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人传承米的英文。哦，天人来传承米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，虽然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都做事是米的份，那么咧，伊就开始来提了米的下生经。一句话来讲，一个米是56亿7000万鸟，这下阎浮提大众生，所以今麦来讲米的英文是错误。但是嘞，今仔咱唔是要在消遣，嘛唔是要在变，咱是只有要来坚定咱家己，希望咱家己正视听了这句话，咱卖确实的明白米的上升点记载得非常的清楚。啊，就是讲嘞，最适合的物料。马上归你的宝树，你的宝树话不宝树56亿7000万年，咱这个是你的下任务的大将军，并不是讲56亿7000万年你的宝树来捣乱。所以讲这个论题的人，伊是家己看无真清楚，所以咱绝对站不住脚。哦，所以我不懂，懂，不懂的。
进步员的那大概慢慢来调整调整目标是哦，那动员的意义啊，这个领导啊，中央行政办就是有一个咱华联的旗杆师啊，叫做旗杆师，咱遐有一个太太哦，咱个太太啊，伊因为来跟咱做个认识哦，啊作为啊来个我这边的啊，动员伊这个领导的课题呢。人生啊，你这个生活与修行啊，吼，那个生活修行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是叫咱七心啊，地下业主在修的当中，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关系。毕竟讲就是讲，咱含过去的，诶，这个出家啊，出家者呢，无少只。出家者呢，伊抛弃业主啊，伊去到这个游戏，哦，无加咱，无加咱这个。经文呢，啊，这六十，伊本身是有工作压力，哦，爱咧开车来出来照顾这妈。那么咱天时地利人和主，也就是这个人间的事，以火的事，所以有一个人讲就讲火体在炎，哦，那么就是啊，讲你在生活啊、生活当中，来是在咧练就了咱每一个人的毛病，也是各位，哦，啊，那么这个啊，这地方呢。啊，咱希望呢，啊，请啊，时间师呢来给咱做准备，而且呢，啊，花了多少这时间，啊，最后啊，祝咱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心。
志啦。吼、哦，这个他就讲修炼就讲啊袂啦，家己都做袂起啊，就叫你做去修炼。其实心内底吼是伫想讲修炼，都爱舍弃了这个家庭的情感，放弃了这个物质上的享受，离开着朋友去服侍，吼、哦，过着两间，吼、哦、两间富贵的生活。这就是因无了解讲修行的真实意义，所以才有安尼的想法。生活甲修行，伊是相辅相成的，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生活的目的甲生命意义，拢有因存在互动关系，互动物质甲精神，这是不可缺少的。只是因为咱个人的生活环境无同，领悟能力也无同款，所以感受也无同，也无同啊。拄到一个囡仔，吼、哦，有一天伊甲伊妈妈讲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人生真苦。”伊妈妈听着惊一跳咧，伊讲一个才五六岁的囡仔尔，吼、哦，趁手指头打个鼻孔鼻翼，心情有做好诶，心情。还阁分袂清楚，安怎伊会讲人生真苦嘞？所以，伊就问伊这囡仔讲，啥物真苦嘞？苦在啥物所在嘞？这囡仔伊就动心哦，伊迄个话讲，妈妈妈妈，迄话人生真苦嘞。原来这囡仔所讲的人生真苦，哦，是讲这物质上的。但是伊妈妈所应对呢，就是讲在人生的历程、历迄个历练当中啊，哦，伊的精神上所感觉的苦，只是因的，只是因的认知的程度，迄个程度无同，啊，啊，所以才会产生错觉，迄个错觉，生活。修行是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尤其是自己的修行，吼、哦、是在过体中在连接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玉祖后甲咱讲过，吼、哦，伊有安尼讲，做啊，甲咱讲过，伊讲着要修行，在家练德，不由在时，在家不修如东方便心生，在时不修如西方便心恶，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。为什么要做会讲？那真心的修行，
在修行，必须要抛家卸业，看破红尘，去就是苦修苦练。因为迄个时阵呢，都是单传独修的，单传独修的修，一直抛家灭祖为止。灭祖在顺用佛法的时阵呢，这个道已经隔出来过去，会打开。大开普渡，广度有缘。咱将着师尊师父的恩典，才发到地处的修行。如同玉祖所讲的，伊讲修行无一定爱出家，才叫做修行。地处的嘛是会当修行，自即地的修行，咱会当无住同修，无住同得，福慧双修。一方面赚钱来照顾家庭的生活，一方面呢，咱会当修行，充实着咱自己的内涵，天风明德，遵循着真理，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去体悟修道的真实意。如果咱也是不是真心要修行啊？咱的身躯挂伫游戏内底，咱虽然食素食，但是咱心内底贪嗔痴爱酒色财气，遮种种的原因，咱也无法去除掉。这另外嘛是同款的，对于父亲的高分的之中啊。咱为遮咱会当了解，修甲不修，毋是环境、处所的问题，只是咱的心。的问题，咱这个心是毋是在工作当中，在应事应付的当中，未去何事到何所转？咱来当保持着平常的心，这种平常的心呢，这甲出家还是在家，这并无相干啊。所以讲，心若要清净，咱。就参照西方的情况，搬来咱世间中，咱人间的生活就敢那与天同同款啊。什么叫做生活呢？生活定义就是生存活在当下，凡天下天下之物，拢有伊求生存的本能，上天有互相指引，使大家同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拢有伊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以咱人来讲，属农工商，各行各业的人。无非拢拢是为着求生存。人讲一枝草，一条路，行行出状元。只要认真去拍拼，各行各业拢有伊发挥的空间。上天予咱的拢总是公平的，由达官贵人甲万物造作，大家一天拢总是二十四点钟。同样的时间，但是有不同的结果。这是一个人用心不同，自身就不同的结果啊。世间事并无绝对的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果报。用作甲人讲，随处行安乐，在因为是无比劫。哦，亲像咱今仔日，咱是做人的。做母的，咱就爱友好配合；若是做父母的呢，咱就是爱。
阮的好歹，看咱自己如何去甲创造、创造啊吼，创造。比如画画，有一位作家，伊的名叫做莫梅特。赶紧的，走去那几位善食人的身躯边。
老，伊个心中解孤单。所以一个伊知影安怎个生活的人，伊个心是慈悲的，是喜舍的，伊个人生是快乐的，伊个精神是充实的。反过来讲，一个毋知影要安怎生活的人，伊个人生观拄仔好倒反啊，哦。咱妈在前听到吼，迄个启智学校一位很迄个地方朋友伊安尼讲，伊讲快乐的定义吼，毋是在拥有的多，只是计较的少。因为咱人的能力有限，咱的欲望确实有真嘞。一个人一生中若是无欲望所牵，那么伊绝对是袂快乐，安怎讲呢？像我姐姐咱常常讲一个谜语，互咱好学，互咱好学到啦。伊讲坐在马桶啃瓜子啊，哪位姐姐知道这个答案？啊，那就姐，看这看你伊个，跟我说住不付出啦，哦，那家，袂付你咱支出的啦，收入较少啊，咱支出的较济啊。所以伊人生快乐袂起来，所以讲有闲个，咱在有闲个事上，咱爱知足，咱若知足，才会上路。咱爱知影讲知足，咱就爱安怎呢？爱欲望减一点啊，哦，咱个爱心加付出一点啊，爱有快乐个生活，就爱有健康个人生观。因为咱的观念有正确，无正确，这影响着咱人的行为。吼，咱的行为的好歹，这拢是咱养成咱日后的习惯。习惯的好歹呢，会塑造了咱的个性。吼，咱个性的好歹，会形成咱命的好歹。参照讲，这个观念的问题，咱若观念无共款啊，咱以父母来讲啊吼，咱讲呐，咧就面前咱都爱穿鞋啊嘛，啊咱前头嘛讲，咱是比如话讲啊吼，若较随性的鞋啊，就咱现在穿侪多，穿侪有侪，有当时鞋啊小脚，有当时才一脚加一脚，啊咱穿多嘛讲，若讲较仔细的吼，讲较歹听嘛讲较古摸吼。咱就用讲，啊，这个样嘞，安尼就嘞，咱会当甲排好整齐，较好看，吼、哦，都因为伊个观念影响着伊个生活习惯吼，无共款，伊就会使伊个个性讲，嗯，我做方便就好啊，啊，就较行行好，甲伊个就爱安怎排，啊，困倒就唔是啊，咱下就为着一双鞋啊，有排好势，无排好势，安尼希望个嘞，所以咱这观念很重要吼。哦，咱若是要改变咱的命运，第一，咱对咱的观念有代谢改变。咱的观念若是改变，咱的命运就随着改变。本来会冤家啊，但是冤家较厉害，无条件，敢若为着咱这鞋啊摆好势无，摆好势，但是就会离婚啊，对无？啊，咱若是观念有改变，哦，这问题就袂发生啊，所以这命运。咱若有正确的观念，咱就必须要透过修行来参加、来改变。哦，所以什么叫做修行呢？咱拢知影，咱的衫嘛破去，咱拢知影要修补。咱的家务嘛歹去，咱知影要修理。咱的头毛也乱，吼，咱就知影讲要
修炼重要，修心更加重要。五林公，修心就是除去咱心中之不善，咱心中有啥物不善的？太侪太侪咯，贪嗔痴爱酒色财欲，吼，这种种。贪就是贪财贪色，吼、哦、啊，贪食贪喝咯，无所不至贪嘛。嗔就是嗔疑心，吼、哦，咱若看人好，咱的心。就袂自在，吼、哦，咱会产生一种妒妒忌的心啦，吼、哦，会犯多啦。痴呢就是痴车，互你看袂落，固执。贪嗔痴，吼、哦，阿遐就是在伊拢共款啦。慢就是傲慢啊，骄傲啊，藐视啊，吼、哦。疑就是疑心，怀疑。无要相信道理，无要相信真理，不正见就是无正确的观念，邪思、邪见，这种种的病，拢会给咱带来烦恼、痛苦，吼、哦，是不得解决，所以咱爱家去。咱这种种无好的心，咱若是家去除掉呢，咱就会灭掉咱的本心，吼、哦。Thank you.
就是道，真就是真心。咱的心嘛真，咱的行为举止都正，咱做任何代志，咱拢会守住迄个中体。咱看有任何所在，咱的心袂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，咱会专心变。咱会专心变，咱袂去，咱的心会有变所转去。一个真心的君子，伊袂因为环境的困境，而放弃着伊的原则。所以讲，心安茅屋稳，心定菜根香。哦，咱的心，若是叫做归心处啊，咱的心若是心，咱的心若是善良，所以咱虽然无迄个贪求，咱虽然若是住伫茅屋内底，咱嘛住了，咱都心安理得啦。咱的善念，咱袂有贪念。所以咱虽然是吼，甲菜脯面仔也是感觉真好看。孔圣人伊有甲咱讲，伊讲君子守纪律之行。君子守纪律之行，守富贵与好富贵，守贫贱与好贫贱，守衣食与好衣食，守患难与好患难。咱今仔日若是一位君子呢，就有德行的君子，当伊在好康的时，当伊在
外在环境安怎变安怎变，咱的心嘛守住着中道，吼、哦，道真理真，咱的心嘛真。譬如南海古文吼，伊的佛像边啊有一对对联，是安尼写。高处比人海，只一个无甲这些通。在咱的思念中，咱若无写书、无写念，咱的心底若讲讲呆，这就甲人海高处同款，会当得到吼咱遐伊真爱的所爱，吼用耳仔去呼吸，吼闻声会当救苦。只一个无甲这些通，咱若日子无多。咱的心无退转，自身也趁这个，即是西方如来不做。所以讲，咱修道修心，咱的心若正，咱的业就正，行为也会正。所以讲，正义施邪法，随邪也正；邪人施正法，随正也邪。
咱店来讲，咱就吼是感觉讲足惭愧的。来遮咱无啥物道理，咱在学习吼。啊，咱房贷大家注意针对遮，出发是等下做功夫的这个色香味佳了出来，吼。啊，若是讲这一刀，有一间若是老店，若是讲你拍来很手中的，伊就会做出手夹害人犯罪的代志。咱家想看看，这一刀，伊若卖家用，敢会发生作用的？这就这刀甲法同款啊，法无好歹啊，是看咱使用刀这个人，使用法这个人，伊的心术有正无，伊的念头有正无。哦，所以咱的心会当生，会当恶，所以咱才需要透过修行来去恶尊先。咱自古至今，真济有德行的君子，拢明白着修心的重要。哦，参照咱明圣人，伊甲伊所经过的吼，真体来，伊对咱中国的人民之人顺德有所赞叹啊。咱《孟子篇》内底有安尼写：
什么无共款的所在呢？所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大孙伊若听到一句善言，看到一项善事，伊就赶紧想讲要去落去学习，赶紧要去效法。伊这种的强烈的决心呢，就参像吼，发起的三无共款，迄种强烈的决心吼。我都有人去甲做到，这就是大顺，伊成就大顺的原因之一。咱在途中，吼，咱会真过这样，像安尼精神吼，在佛法内嘛实在足济，啊，讲袂完啦吼，啊，佛法就记咧几个呀，像就讲，咱的姑娘呢，咱在姑娘呢，吼，伊为着道务的需要。伊知影讲道要向外开通，开通，吼、解决一个问题嘛，有钱好办事。所以咱姑娘哩，伊就是伊就家己的工作，凡天的事业甲辞掉，专心投入来这个圣事内底。啊，尤其是咱的迄个正义所啊，吼、啊，甲很多前贤辈啦，吼、为着道务的事业，咱迄个帮正义先。这兄弟啊吼，甲家庭改做咱道中先生的工厂，吼，当中前线，这种的遇到吼来宣扬，吼，这种的精神，做大家来传承，啊，尤其是像台北迄个春季前线啊，咱就阿一直感觉讲，伊就是敢工作同款，吼，伊。普通时啊，伫台北市场去推广那个爱享素食啊。那一个遇到道中的代志，伊无第二句话，像咱花莲素食的办桌啊。啊，伊安尼，拢前一天前一暝到位，第二早起比早起做较晏，吼，身躯洗洗，又搁赶车转去，吼，太侪前线拢安尼，只不过是咱后线吼，记得记得啊。啊，这拢做是修行的方法，这拢代替讲咱自然甲效法。像咱古老先人嘛，同款啊，吼，当初甲刀带来台湾的时阵，因为语言上未通，吼，生活环境阁无同，生活阁困苦，要甲这刀甲传出去是非常的困难。咱古老先人，伊为着刀牺牲奉献。咱拢知影，古老先人用五代的医生，医生财产上进为大义，医生听父母劝为大志，医生家族真爱为大志，医生性命不顾为大勇，医生功过不计为大义。老先人在世用菩萨行，出世吼也成就圆觉地尊。自古至今，所有的圣人生活，拢总是在伊活在世间的时阵，由伊的日常生活当中修行而成的。所以讲，生活即是修行，修行即是生，修行即是生活。生活是一个道理，生活即是道理，工作即是事业。伊是一个人，生命过程中是一种真实的显现，在一切行住坐卧日月时中，拢无离开道，离开你。哦，参像唐朝
讲的，一般小叔虽然伊讲，当然只用讲咯，哦，我做小叔就够讲问啊。伊讲你用讲的，用讲到什么程度的？这一般小叔笑笑甲伊讲，啊，我若发到腰，我就吃；我若怕想要困，啊，我就困。我了算小叔听了安尼，感觉真亲切啊。所以讲，讲吼，安尼讲，敢是甲想要甲到要着食，想要困着困，吼，安尼敢是甲一般的功夫师傅同款的，安尼敢袂当讲是修行的功夫呢？这个皮太小叔，所以讲，甲讲啦，伊讲吼，我交伊当然是无同款哦，一般的嘛，我若是。发到腰，我就吃饭。吼、哦，我若忝，我就是想要困，我就困。一般的功夫小组呢，伊并不是安尼啊。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吃饭的时阵呢，伊唔吃饭，吼、哦，伊心内想太侪代志啊，想讲吼，伊倒一条线还未收着，啊，对我来，吼，我要送什么货，我送出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倒腰我唔倒回啊，想甲一大堆啊。哦，啊，食饭食落去，也知影饭的滋味啊。啊，要困的时阵有困啊，要困的时阵，伊想讲嘿，明仔嘿用什么方法来赚较侪钱的，来买搁较好的迄个便装来带，吼、哦，开什么进口车，收收一大堆，啊，煞来失眠。所以我交伊安尼，我交伊无共款啊。哦，咱注意这个代志，咱该想看卖的。咱有甲伊共款吼，咱先嘛一直伫追求无止境的欲望，咱生活要安怎快乐起来咧？安怎会自在咧？咱想要爱快乐，吼、哦、较自在，搁较自在生活，咱必须爱在生活中透过修行来转变。如何在生活中修行呢？第一。咱爱善用时间，自我充实，修身学习。咱工作是为着要维持生命，吼、哦，人讲生命甲工作袂长啊。咱知影上起心是用咱的慧命，下起心呢是用咱的信念。所以不等若是办事的时阵，咱爱把工作安排好势。不管是安排你进前，还是安排你后边，咱爱投入去修办道，来平衡了观，来增加咱人，增加咱自己的意识，咱大家拢总是一步收获。哦，兄弟姊妹之间，咱爱惜因缘，互相鼓励，互相体谅。进一步呢，向咱自己的脾气毛病。哦，来挑战，来比较，哦，咱爱想，咱每暗，咱爱想看卖，咱今仔日的脾气毛病是毋是比昨较少嘞？不断的反省，不断的检讨改进，一日新又一新，哦，咱的巴肚爱顾，咱的运作更加爱顾，物质重要。精神更加重要，把修行带进来咱的生活当中，使咱的生活品质提高，予咱的生命更加充实，活得更加自在。咱即来讲结论，
咱爱是如莲花出污泥离不了。安尼，咱的心才会当清净自在。佛祖嘛讲，伊讲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法。咱为咱的生活当中，咱会当活着自在，活在当下。咱爱借着修道来活炼咱的心境，也使咱的心性在活炼中成熟，来体证过。咱借着修道，使咱的心地更加清晰。吼、一块铁啊，吼、一块铁，要经过安尼千锤百炼，才会成钢啊。吼、一块石头嘛，同款啊，爱经过切磋磨磨，吼、才会当成硬，才会当成器物。咱借着修道，使咱的心地更加宽广，咱在生活中锻炼，吼、经过锻炼，咱才看会开，咱的心胸才自然会宽广。借着修道，使咱的心地更加光明。用修道中锻炼，吼、人讲知一事长一智嘛，吼、边修边行，咱心中不长。无名草，心中常开智慧花。生活甲修行，就法度讲到这，因为就法在所学切，无法度从题目吼内底精华，甲表达甲解清楚。在教书的当中，若是有模仿的所在，这不是就法的本意，请注意这点，大家多多包涵。
做咧造福，啊，所以呢，失了真是一个帮助。每个人呢，伫咱生活当中，啊，会当来时刻刻，互咱会当伫个提供咱每一个人啊，都是。因为天高宝贵，当然天是了啊，伫咱这个生活当中，因为咱不是出家去做人工的事。等到你看，等到你这个会面中看这个代数，所以咱必须要面对着咱，你这个人间的一切的生活的压力。如果咱无这压力呢，我相信咱的心都也非常轻松。如果咱无这压力，我相信咱嘛会心情啦，哦，会心情。所以，就修行一定要有压力，就刚才讲。水啊，都阿爹哦，变走去到去死啦吼，走去三楼吼，入去对啦。所以爱去加潮汕嘞，去加阿婆啦。啊，所以从这个阿爹阿阿弟哦，阿来去，咱人体中加三个内分，若无这个阿爹，会走嘞，会走。所以咱在咱在咱辛苦来咧，咱有得血压，阿婆个迄个血，迄个血压哦。嘛，适当就对啦吼，过头袂使啊，啊无够袂使。啊，所以咱这身体中这个血咧，有这个压力在甲咱推动，有这个气在甲咱推动，啊，咱一切咱的运行，咱的非常这个顺舒啊，身体的健康。啊，所以咱这种在生活当中，每日咧甲咱运作，啊，咱无感觉，哦。啊，每一个生活，所以呢，你个生活意识。那么生活甲修行，咱要讲起来，是一体两面。生活无离开修行，修行无离开生活。那么为什么咱要分这个生活甲修行？咱人类落来干，落来干生在这世间，叫做生活。有生命，就爱活下去。那无生命，都袂活下去就对了。哦，啊有生命活下去，活下去就呾，就爱食嘛，爱做嘛。啊，那么沿着咱这生活当中，人类落来世间，上面既然创造人类，创造万物，拢有一个游戏规则，游戏的规则。哦，那么这游戏规则，咱要讲起，伫咱心内，伫咱心内来讲，叫哪叫做良心。叫做良心吗？啊，良心有哪良心道德？啊，所以这个道德就是讲，在咱这所作所为，爱照这步路去行。你咧前面叫做道，那么流露出来叫做德。所以有德流露出来叫做德。所以啊，这个应用内底来讲，天命之为性，哦，是德啊。那么心德之为教。那么失性是为道，那么失性就是讲失自咱本性当中，咱所具有的仁义礼智是五行之德，哦，这个五德来做，照咱的本心本性去做，无离开良心，那么所流露出来一个德啊，啊，迄是咱日常当中应该来做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咱袂当讲照安尼做？啊，所以咱造成咱离欲堕入轮回当中，你看生死死不生啊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袂当照咧，咱把咱定下这游戏规则，信念甲信念教化，互咱有一个啊，有一个目标来遵循，哦。来遵循啊！来后面来行，就等咱迄啊，即个咱白天去做啥？去做啥？去做即个啊，装潢，一定爱呐，爱有即个规格地，爱有即个迄条绳啊，后面拍个绳跟咱比啊，把刀啊吼，迄个拍个啊，就一条迄个绳啊，你要唔会？哦，啊，迄个是规矩的，啊，规矩的呐，规矩的是要互咱照安尼做的，啊，咱若无照安尼做。当然，千里万万，哦，啊，所以你
咱人世间嘛有啥有规定啊？了这个游戏规则，就啥叫做法律？那么这个法律，也就是咱个啥，咱个最低的这个最低的道德标准，对个。法律的对个，因为法律把你规定安尼来照你做，你若无照安尼去做，啊，就犯法律。我所以咱法律千万条，咱有些感觉。这麻烦了嘞，其实，啊，对咱信徒来讲，这个无啥对个，但是嘞，哦，法律会较济，对歹人、对许犯法的人，有问题。这条啊，犯了，那条犯了，人家我出一条公条，啊，出出一条公条，但是对咱来讲，咱袂啊，哦，咱袂啊，因为咱有咧遵守，咱有咧遵守个嘞。所以咱就差袂去犯着这法律，哦。那么，迄个犯法律的人哦，伊就感觉输掉对。啊，所以迄个是这个，也是个标，这个最低的道德标准。咱赛车就是，哦，赛车咱老师有伊个，迄个老师会甲咱提醒看对啦。哦，啊，咱老师是好看，他是讲讲话是提醒的，咱也无超速，咱也是有看的对啦。啊，咱就超速。咱有时啊，比较对，咱比较清净。好像咱伫咧步行后遐哦，迄七路伫遐，遐清净。但是咱若当夜到暗时啊，开到遐时阵，拄着红灯的时阵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无会着。但是安尼，因遐这阿婆咱伫遐许对阿婆车咧，来着吼。哦，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咱对于这规避的这个要求，自我要求不够的。但是有个人，伊会大胆，警察都离开伊嘛袂走的，哦，佮都无车来走伊嘛袂走的。伊讲你，我着看前景尔，哦，我看前景尔，我着。啊，这个是，伫生活当中，咱有照这个，有照这个活动的，那么当然。但是来讲，人这看到咱了，也无车，啊也无警察在遐，啊你来无安尼，你来多大？哦，啊所以咱这个先生，咱要讲起来，那主做的啦，但是当时啊主做了嘛真可爱对，迄个讲伊家己对主播的支持主播了，所以就是所以心灵就是啥，心灵对嘛哦，心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无离开。所以，以上咧，伫迄个啊，大汉就来讲，自天主以至以私人，伊是该以修身为本，哦，基本原则不假依法，哦，基所不假方，基所不假法，以至义的，也就是咧讲，修行就咧修身尔，修行就是对迄个源头搞的，迄个本也无乱。未来乱，啊，迄个本啊乱，讲咱讲迄个就是未来啥，咱本来就对啦。你讲那个心，那乱，你所流露出来、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嘛是乱。哦，你讲你包装那是好，你包装那是好对啦，是不是？那包装嘛吼，就像咱讲咱人哦，那不够。少一件物件来包装，少一块东西，少一衫来包装，就会咱看出来。但是到尾来慢慢慢慢会变发现的吼。啊，咱心就是，咱的心无清理想，咱的心有这物在用过，咱的心有这邪念，有这无正道的这个念头。虽然一时咱会当，咱袂当去发觉的，但是久啊，久而久之。自然来去，那个玻璃柜来无限来生出来个，哦，啊，所以那个心都在那吸收，哦，所以生活甲修行是一体的两面，生活就是道，啊，道就是生活，所以后壁我也讲个，刚才讲，那叫做生活，叫做道啊。那么
其实无离开咱的，哦，所以伫迄个啊，师父就甲你讲啊，讲放诸放诸四海而皆准，都放诸四海哦，都不管离对遐是啥物啥物所在，拢适合咱用着，啊，拢无离开咱，咱无离开呢，就敢讲穿个鱼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鱼啊，伫水中，你是伊有哪样做存在？已经无我呀，你。那么咱在呼吸中间，迄个空气给咱滴咧，给咱带出去，咱嘛袂感觉伊这个伊的存在。迄个咱不注意的嘛，迄个是道嘛。所以无离开咱，那么道，对啥？万古的秘宝，万物之奥。所以就等于六十二章就来讲，迄道是万物的根，迄个奥，迄个啦，迄秘宝，迄个奥，圣人啊，圣人之宝啊，不圣人之所宝。迄圣人需要这个宝，需要道啊。哦，对圣人来讲，伊是这个宝贝。那么对不圣人来讲，之所宝来讲，迄不圣人卖人嘛会去依靠，依靠道呢？所以呢，那那讲讲啦，讲道义有道啊。迄大哥哦，伊有学道嘞。哦，迄个你大哥看，迄个珍珠内底，哦，迄个讲迄个啥物柳下惠的小弟啊，吼，柳下惠，柳下惠，哦，柳下惠讲坐怀不乱啦，哦，柳下惠上面讲是一个姓，对啦，已经那一个迄个，抖音歌曲的啦，对啦，迄小姐姐伊的咖啡吼，是一个姓林哦，迄个坐怀不乱，啊，但是出一个小弟吼，叫抖音。大哥，对了，这道我是过对了，哦，伊在讲道义有道，为什么参考道？哦，伊招迄道来做梦对了，哦，做台，哦，伊冇钱，会用钱积累建立的，啊，所以伊就招到些，迄不是你买，招上招到来做。啊，所以阿你讲，迄个是随时拢伫咱心无离开，所以咱放诸四海而皆准。所以呢，伊才来讲呢，讲到呢，讲五逆天子第三波虽有强敌，依先速马，不如坐进车。就这边都是来讲这个，但是你再不要讲得不贵。都随时都在心，片片不离。因为咱有求必有求必得啊，有求必应。所以讲，都是有求必应。
吼、哦，所以有求必应，吼、哦，啊你有罪，会使会甲你赦，你若真有罪，你若真了会当去忏悔，吼、哦，有罪会当忏悔，会当赦你的赦你的罪。所以伫十座高经伊甲你讲咧，伊讲啊，讲若无大圣之忏悔，吼、哦。诸邪行径皆无罪。你若要去，会当去真心向你内心去来忏悔，将你的邪行，将你的邪呢，甲去掉，当下会当去体悟，安尼就无罪啦。哦，所以有说到经，伊甲咱讲啊，就表示讲有罪会当去变，哦，安尼有罪会当去变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在生活当中应该去的，哦，去做的物件。时时刻刻，你爱念珠在珠，所以修道就是在成就咱的心。所以咱在成就佛菩萨，要成就众生，你在心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来讲，心，众生啊，佛。三无差别，三就是一体，佛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佛。你心内边是众生嘛，哦，啊心内边就是轮回嘛，啊心内无就是佛嘛，就是菩萨嘛，哦，啊佛菩萨就是啥？就是天道，佛菩萨就是脱离天道。那么众生就是脱离这个，脱离这个人间。那么如果呐啊脱生就脱，脱生啊，或者有这个鬼就脱离地间啦。所以地界甲向地界甲这个啊天道拢是咱心里做的。所以修行就是讲对这缘投得来，所以咱基基本缘是发食机啊，好，但讲无对啦。你的心呐，心呐无正，你的行为所流露出来，啊你袂正，啊你袂正。所以，这个刚师傅讲，行于中，啊行于外。你心有行，能看出来；你的心也行，那么看出来。哦，会表现在面，表现在眼睛，表现在那个面色里底。这个人善良又善良，这个人好又好气，这个人这个开气的这个。做咩就变杀气，迄就是行于内啊，行于外者，就是讲伊内底所有都是外口物件，所以迄个讲，骗人袂袂着啦，哦，啊，即就是讲，以你的眼神内底、眼睛内底，咱流露出些物件，所以咱这面呢，都亲像啊，亲像一个天就是啊，今仔天内底好天。哦，今仔日你看台，我无乌云，你无你怎啊？今仔日，可能有时候就出来啦。哦，要乌天，要乌天暗地啊，可能要乌啊。咱这边嘛，先生，虽然咱世上不会讲入山看山势，啊入门看人，哦，啊看咱这边就知。咱有法令观念啊！咱今日要去红星啊，看到今日是臭臭吼，今日可能咱阿爸要上班吼，咱看知啊，吼，咱就这里咱就讲吼，发条金花出来，哎，伊个是伊迄个面上显露的这个是几重要，啊，这拢伫咧生活当中，咱会当去观察到的物件。所以，入山看山势，啊，入门看人。哦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伫迄个生活内底，哦，就是讲生活是道，啊，道就是生活。哦，啊，所以伫修心当中，是要想啥？去依本无，复依本有。拄只老师讲过啊，咱咧修道，哪一个来做担当？啊，哪一个来做困？哦，做担当做困难，担当就啥？就是咱日常当中，咱遵照咱的心去做，这是咱足自然的物件，自然的无违背，无
以不出。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地，那个地，我也是会捞出来，觉得不会。所以
所以咧，咱生活当中咧，当然就是讲要予咱下当去了解人生的意义。咱想到，若无生活，吼，无咱趁钱嘛袂使对啦，这是必然的啦。趁钱一定啊足重要对啦。哦，伫咱的火火当中咧，生活一定啊。哦，但是咱袂使以为咱咧想着。所以，咱爱看透一切。所以，有钱的时阵，唔免欢喜哦；无钱的时阵，你唔免怨气。你讲好，我打工输啦，啊，我见着这个人哦，啊，这无出错，啊，我见着这个人去送，你唔免烦恼。哦，得吃苦也才吃苦呀。今天呢？钱足济，有当时也毋是好事啦，我讲实咧。所以咧，伫个生活当，你来体悟这个，你着了生活啊，生活着并无真济物件。哦，啊，这物件，互咱会当去体悟深刻。所以，一切你日常物件，拢是短暂物件，毋免烦恼。所以，佛陀来讲，凡有形相，皆是无我。哦，肉眼之上非常直见之难。用作来讲，一切非真非假非真，哦，肉眼非真，非真假是真是非真。啊，迄就是讲，讲这物件本身啊，你没什么执着的，哦，所以为什么人对伊性命甲来讲，啊，平等的，有得不有得，无得无失。生活上，人嘛爱自得其乐的吼。咱地位性格里面，自得其乐。咱以前做做路咧，伊是只自得其乐。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缘嘛，但是伊了有得，有咧修得，有得得了，但是等于伊当靠你生死啊。所以世俗的那个东西。心有愿，事有安好。咱这咧修行，有啊，带这个囡仔咧修行吼，真正真忝啦吼，啊后面话真济啦，哦。但是咱今日，咱的信念是啥？咱的正确观念，哦，咱就袂感觉艰苦，所以。我看曾经我看一本书，伊头前伊写一个标题，说人生是苦海，真的吗？主要是求道，哦，讲人生是苦海吗？只有意义，因为你若有修道，你自然会当你学去体悟的人生，一切拢完全无价，凡有形相，皆是虚妄。最后咱用时间的关系，最后。就是讲，保护咱个观念，啊，咱就通去体悟着讲，人生是无常个观念，吼、哦，咱就快乐，够快，真啥？咱是真漂亮个小姐，对不对？尤其咱今仔，咱后边这个厝内个啦，吼，而且呢，但是有不和，有不和。我不能把它变个，三两个当两对啦。你还想哎，那这阿伯变大了，对啦，啊。阿你何苦啦？哦，真辛苦啦。本来阿个命哩哦，阿今个命哩哦，那三两个当两哩哦。阿你个命个三啊，佛在看世间，阿你命，那是阿。世间的时间，安尼尔，一刹那两单尔，真正咧，我真贪哦，贪五百，贪平贪来八两百咧，出息嘛八两咧，进前咧咧咧咧，进前咧咱十八岁啊吼，咱真少年咧吼，啊，真已经未啦，所以咧，叫时间无钱，叫
何可是呢？不足者进出者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来讲这段。最后，祝咱身体健康，心健康，心心如意。欢迎小王。月亮好圆哦。好，感谢。满载弹第一天，好，第一天载弹的要点，好，那个不低的，不易为分数，好，不低的不易点，不低的不易点。凡事一切拢从你来知，你若不知去做代志会失败，你若知去做代志当中，你就有法度去，伊的组织、伊的架构、伊的清楚是，你心就会有底。但你心啦，你若不知有底，无底就起无底。所以对于古代的，就把你记下来，代表性的我叫做点了凡，了凡四训。现在在座各位先生有办法。表完四训呢，一律一个是干的问题第一，第一概念，结果你看是怎么样？不然第一变怎么样？啊，不然后面变怎么样？啊，不然这修官会啊，修官会啊，怎么样？这种官。所以你拿了这表完四训，就是刚才讲的四训，在第一当中，因果何以何以？音完全是没错，但这个音，咱若无去了解时，咱用语音说法，咱无法去复盘时，咱永远无法把这个注意力。哦，因为伊叫算起来讲，啊，伊一世人安尼过，我就是这样过一生的。所以伊尽命，我安尼我免命，反正我既然在安尼，我甲规划做啥，爱人去叫啥，啊，我着甲当时我着先来结束，啊，我着是安尼过一生。后来，你拄到一个你午餐资料，才甲伊开口讲，既然你有这个名，是过去一个印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用以前说你已经受了气，但是你要啊，知影你未来会过是啥？你即马做啊，啊去啥？啊去博啊？啊去啊去啊去做这项，啊去复现？哦，啊所以你要改变名，改变你即马做啊是要怎改？你懂是怎样？所以名，你副名，无修无教。所以咱人来这世间咧，拄好占百分之五十，是过去所注定的这个，叫做咩啊？
但是人来到世间较好学问，但是咱大人差不多拢去学这个物啊，机会一半，二分之一甲你扶上去，啊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咱无法度去突破这个观念是，当然你想赢，你也可以做到，哦。但是咱后面有这个分的呐，只要你那个心跳，你爱啥就赢，你爱干啥就输，你爱干啥就努力。你在艰苦努力当中，你迄意念在实现。所以赢是经验覆盖，比如讲咱分的偏多，哦，所以就是太容易成功。查甫去改查甫，来变成妖，你嘛是查甫，嘛是男。但是咱记的一个天道，就是天道，这命嘛。那么你是坤道，就是坤道，这嘛是命嘛。这先天所自然已经变个定啊，对不对？咱无法度改变事实，但是咱会当改造啊。咱修道了，咱明理了，变咱对咱家己本身的这个观念基础建立起来，这一阵来开始靠这个本。所以。命运掌握在哪里？自己的手上。不是这样，你这样都是会出糗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要赢，做定解的去不是哦。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。但是看你的手上，你的解手上清楚。依然或许这卖意思不够。咱公司有这个习惯，引入这点来，跟咱关联。啊，但是咱都是无人。咱过去哩看无人，无人甲咱去叫翻哩，爱靠啥？靠人。你这个方向要咱行，这个要咱投资，要咱去设计，要咱做，爱靠咱家己。但咱个看法方法就是整个公司的经验，诶，这个想法是伫遮。所以咱过去哩无人甲咱去叫咱靠啥？靠遮咱受到一个经验，对。哦，伊那个事事理，不能不理，然后心理要有理。所有的万事万物无离开道的本体，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伊的原理。你若会当清楚了解事理甲物理原理，你做每一件事虽不重复啊，虽然无法预防，但是会天差地别。啊，加上咱两个，拄啊好讲，用这个用这个东西，无迄个错。安尼伊的生活都是不是会当提升？如果咱若无用心去做，一个真好生意。第一步就是去经营，因为这个经营好的经营变成啥？变成失败，变成亏钱。虽然命运天注定的，但是咱若无修，就叫亏钱。所以今仔日咱拢有修。那么既然有修呢，咱了解经营了呢，还知影讲伊的本甲伊的源。好，虽然讲树欲其茂，必先其其根；水欲其清，必先正其源。好，咱一点修啊。买大山，其实是拢在做这个根。咱灌水一定要用这个根来阻断。树要买大山，这个根要够用。根若够无用，这个根若无水分无营养，一条树仔人就呆。所以你这个根若够用，树仔伊自然伊会开花结果，咱袂烦恼。所以这个根就是讲咱那个心，咱那个心量。修道修心，办道自心，开人修心。哦，这个心你若够用，你的道量坚固，你的心量正确，那么你无管在凡事，无管在性，这个心就会清，绝对袂离开修心。哦，迄个水要清，你水管一定要清，太无污染。迄个水甲流干，迄个心头迄个根源，咱心头根源，咱不管是爱自己爱。公办就干，好，那贵县来讲啊，一人爱三姓五姓啊，非人无中道，一人干不行哦，还不行哦。但是咱拢无办这个干部啊，甚至咱拢把一寡错误、把一寡唔对，归到在某一个人身上，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。咱如果把一切这个过错拢无官官主教，拢把这个问题推向别人，其实迄个心就是爱家己。虽然信仰讲一直在上升，咱是不是每一工拢在照镜？照镜拢看到这个面影，对不对？但是无看到这个心。那么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心影，
但这个心念咱是每天家己，咱的这个根看袂到根，因为在这个树、那个树啊下这个土啊，对吧？这个根都看袂到，但是这个根看袂到，发到这张树啊修修干干发。那么一个人来讲法，咱一个人的意义啊，调法调法的这个人，你做人处处需要修干发。那么修道也一样款啊，修道的道量若无坚固、无清楚、无正确，关系到你未来修道到底正道的修道还是不正的关系。所以在先天如素，在后天无利无用。所以要修道一定要修心，唔再讲不低调，唔是君子。哦，真正是一个君子哦，你应该要去了解这个原理。所以好是。原来，咱这个公司的工业主任甲刚刚讲，讲哦，你要当君子，不要当小人。听你讲是莫名其妙，管你讲现在那这个道理出来，你讲有啊，我有不啊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好，啊，但是你唔好讲，你们是小人，工人的小人去动手，是安尼。讲你是一个管理者，你会使用你的体力去换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成果，你爱用你的智。啊，用智慧就是讲，你爱比别人较早，看比别人清楚，然后呢，你爱管理比别人较用心。但是你唔免流汗，但是你要用心。所以你分出爱用心，用心就是讲有代志，即款事爱透过沟通、透过互动，然后呢，咱才会办得成，才做开始。好，所以咱讲君子动口不动手。那么一个管理者的本心就是爱对这项事爱有一个宏观的看法。你爱去兼顾到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细节，伊拢会当亲像咱去做项目，我会当做啊较好势。哦，咱若要算过去，吼、哦，迄拼图内底吼，每一个区块拢有伊个定位啊。啊，你若无变到，迄就无成一个图啊。但是你若较好势吼，变成收了就是水图。收图嘛，你个款，将咱个心安住在个安住基础，吼、哦，该开班出来就班，吼、哦，爱去跳出去。就是这些困难，该上班就去上班，哦。那么，咱该做啥物代志，咱要修正本来，用着咱本来迄个本来去做，安尼做个语言呢，咱甲伊做呢，即个上道。所以咱在接受咱上天，互咱一切，无管咱做伊是不是好。